今天我妈进来给我们送饭了，但是东宝就出去了，因为不能待太多人，只能一个人最多，而且进来必须要有48小时之内的那个核酸检测报告，说了好久才准进。带母菜呀、啊，今天。放点西红柿的。西红柿的再来个是东宝的，东宝西红柿的。那搞凉粉。嗯，东宝的菜的菜你一定莫吃了哈，一定是不能吃了哈。嗯。那好个的，再吃啊。这个一只好多块。嗯。只有这点就是那个的。难得还要把这些杯子拿来走了。啊，你查看我明天又要带饭啦。嗯。那拿更多梯子的工作。我是他妈的晚上过去，在后头微波炉热的啊，饭菜。哦，你牙膏里的饭都带起来了。啊，饭菜。要得。哎、等会妈妈帖子买的好保温杯，是的。哎呀，一定我洗个浴室的筷子。要得。那个是跟东伯带的茶杯，茶叶啊，把茶杯开就痛快了，把茶叶还喜欢吃炉渣。嗯，给你贴心了。拉撒。那怕没茶杯中暑噻。喝了茶叶了哈，我还喜欢吃炉子了。嗯。我的灯开吧。好，放一边晓得。喝不了了。嗯、快点好起来啊，配合医师。嗯。哎。这是我的不？有没噻啊？好清淡。这是藕筋。还有啊。还有排骨底下的碗，动不了的。东伯爱吃的菜。他的是什么菜呢？等下自己上来看。他自己吃啊。嗯。还爱吃的菜啊。那保温杯就热锅加起来。嗯。我跟你阿姨啊，跟父母一路那点的，东伯爱吃汤，排骨汤，他的口味重，今天一点没吃了哈。嗯。哎，辣椒，哦，辣牛草，不，白辣椒，啊、哦，这个也藕筋呢，哦，我两菜都分开的啊、哦，他的菜你一定顶的，我才上哈，还口味正鲜，他营养又多些啦，辣啦，嗯，好个，家里配合一次整好就下的，好，就简单把你我出去等不着再吃，嗯，我就在外面等你吃个就刚带动我的晚上的日月。还放了没几滴嘞？嗯，那肯定不保温杯。叫你好起来啊！配合意思，吃不进也不吃啦。嗯。我吃不进也不吃。我现在就先开始吃了。这个感觉吃起来都冇营味啊。那冇好么子营啊？这个意思的问题啷个的？你好个就可以吃，叫你还好个啦。好清淡，冇点味道。他刚回的，他的就是开瓶了呀，喝的生抽营养又多。我在试给他。他是10分钟的啦。我晓得，我试下来。五斤。嗯，这也吃不进听嘞，没一点味道。那就买外地点稀罕的吃了，要得不？不是稀罕的，是一点味道都没得。你就轻微莫吃外面了。过几日也不吃油，也不给省这些负担，晓得不？就是少吃油腻。医生跟我说，只要不吃太油腻的，不吃发物，然后不吃口味重的、太辣的就可以了。是的啦。你给他是一点盐味都没得。不得盐嘞，弄的没得盐味有嘞。没得。你少吃盐啦，你过几日省不这些负担啦。你吃了盐，给是省这些负担，这个你也不吃盐。我晓得开瓶料呀，我那生出去了的。嗯。嗯。更加不得吃。我那过去，我都要少吃油盐。嗯，那是减肥。我不是减肥，我要是养生。那养生呐。我为了自己的健康，你为自己的健康着想，晓得不？那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身体好就那个吧，我个人再么子不注意，可是就要注意的啦。把它整好就再口味吃啦，是的话嘞，你配合一直这样子好嘞，不得点子能治那个嘞。嗯呐。
嗯，家里好个东北要放心不？要安心就配视频不？吃不得轻，一点都不吃，听见没啦？嗯，我占用自己了，我承担了我自个的意志的问题，晓得吧？你要不晓得自个的身体好，我意志的问题，我就帮忙吃点，吃好的就多吃点，吃点不好的就不吃，尽量一点都不吃最好。嗯。我就要吃嘞，要帮忙吃嘞。嗯嘞。你起码要把身体补起来嘞。好了。我在外面等两顿没吃到，再干嘛？明天稍微多喝点饮咯。吃要不得啊姐。吃饮等不好，等好个再吃多一点。你现在治疗是干？好好。再把我这种意志的问题，一定要坚持少吃饮。好。去。好。如果两方面，听见没啊？要听话啊。嗯。我这个健康要听话。要配合意思，俺先到外面去等了。我只能在外面等了，等不完嘛，请妈妈你肚子饿啦，是不？嗯。我电话吃完。啊？好，拜拜。听意思的啊。好。你都饿慌了吧？饿。所以说，我妈怕你饿，就没待久。不要搞太多，搞太多。哦。这和你一样的吗？没有，不一样，你的口味重一些，菜不一样，你的有辣椒。有啊，还有炒辣椒腊肉。对啊。何天。你这个看起来好有食欲。哦天，搞这么多。好的天，下面这么多。我换了。嗯。是呀。嗯。怎么样？嗯，搞多了。晚上还要吃的呀？哦，这是两餐菜的量。两餐菜。对，中餐和晚餐。嗯，很赶出来，晚吃呗。嗯。别傻了啊！嗯。先来一大碗。你这个辣椒看着。你别想吃，太有食欲了。给我交代了，下面还有腊肉。交代了，你不能吃，这门都没有吃这个。嗯，你这样有点过分了啊。哎，香气腊肉。下面的。多吃点。不要羡慕，我们这段时间控制。好久没吃到有辣味的菜了。嗯。那你时间还比较长嘞。这有点折磨人啊，对于无辣不欢的人来说。嗯。你的菜应该是单独炒的吧？应该是就一起炒，就除了那个腊肉，然后你的先装了，给我加点盐。哦，估计是的。看我敬业不？生着病，还在吊着水，还给你拍视频。就我这个菜叫外卖，我估计都1-2百块钱。嗯。脆骨。嗯。我以为这个有没有菜。我的菜好像没你的丰盛。嗯，差不多。那味道差不多啊，加油没差不多一样的。嗯，多少汤？我就排骨、藕煎、油麦菜。你的排骨、藕煎、油麦菜、腊肉、辣椒。嗯。哼。这个辣椒是个点睛之笔啊！嗯，好久没吃腊肉还是爽。莫挨人。你以后要少吃这东西了。你以后经常可以和这个东西告别了。以后还是可以吃吧，只是治疗期间不能吃这些，不过也要控制。啊，四百块多，怎么是你这个的？我要把它搞一下，搞完了这个东西要给丈母娘，给她拿出去。对，明天还要继续带菜。嗯，阿姨这段时间也要辛苦了。
给我们搞点饭菜啊。好，我们下期再见啊，拜拜。